拜二第九次的酋长研究组，从昨天开始早上都会来酋长研，好天气啊，好天气就来，5:20左右吧，篮球场很好听，这是解说牌，我在这里。风在家，在啊。没有，是树叶。谁在叫？喂、哎，这只是母鸟。嗯，两只都回来了，一只在这，这只像什么嘞？这只是公鸟，没有要飞，来啦，这只是公鸟。这只是母鸟，对，这时候应该要喂第一班啊，还是他们早就喂了？明天再早点来吗？我实在很不想。我觉得巢穴有的头，有没有？巢穴有两个头。头上两只黑鸢，对，看到，要打吗？
好大只啊，真可爱啊。鸟飞走了，哇，公鸟飞走没看到啊，母鸟还在，公鸟飞走了，现在一直拍雏鸟就好了。一只两只嘛，有一只怎么比较白，对不对？右边草堆里还有一只，三只啊！我现在确认右边两只，右边是一只还是两只？这个、距离是两只才对。这只在动，草后面一只在动。三只，就很明显，第二个白点跟第三个白点距离太远。嘿，燕子飞过去，然后他们的动作不一致，有没有？右边的在动，最右边的白点在动，那左边的是他的头没有动，然后有时候最右边，有什么东西飞过去没看到？有时候最两个头，一个对，后面还有两个头，三只。回来。我现在去抓那个嘞，邻居啊。有没有三的头？确定有三的头，头转动的方向不一样。母鸟不见了，母鸟刚才飞出去了，母鸟刚才要去抓岩壁上的猎物，看得出来。哇，太阳出来了，两只，三只，对不对？一只走到右边去了，挡住另
挡住另外一只了，所以今年的酋长岩还是三只。好，还行，还行，有没有拍到飞板的无所谓，好像有吧。我母鸟飞到岩壁中间要去抓南极东宝，我在猜。然后今天有看到三只雏鸟，三只的话，因为那时候左边一只，右边两只，两只可以明显有看到它们的头在树草丛后面动，然后你没办法确认到底是真的三只还是那两个，那两个离得有点远，然后有点是两个头在动。我觉得早上酋长岩可以拍硕石，漂亮，比那个溶洞的硕石会漂亮。我刚反正来也是无聊，明天早点来加硕石好了。然后要不要拍第一班的位置的话，也是可以，五点前到就好了。明天五点前到，四点半起床，四点二十起床，要四点半起床。来上班了，回到家，酋长岩真快啊，从收炮到停跑车15分钟就到家了。